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《文评论道》。今天为您带来的棋局呢，是第28届春茧杯中国围棋名人战决赛的第一局。啊，这个名人战到现在已经是第28届了，历史悠久啊，可以说，刘老师，你好，啊，对，这两位选手呢，这陈耀烨和连笑啊，已经是到了最后的决赛阶段了。对，这个是去年是陈耀烨名人，啊，那对。么今年就等于是按惯例，他的选拔出来的冠军就是连笑了，跟他来叫做挑战五番棋，进行决定谁赢了，就是今年的名人。没错，是这样。那么这个连笑、陈耀烨都是我们现在也都是一线棋手。那么刚刚的等级分是连笑第 第五，五，陈耀烨第三，是吧？对对，哦，那怎么么样？都是在前列是的，是的。的。那么连笑的挑战一直打到最后，那么来看看这个挑战今年这个陈耀烨看成绩怎么样。好，我们来看看这盘棋。好，陈耀执黑第一对，局啊，才先执黑，他是下了个小目，小目，对，然后白棋下了个小对，目，在这是儿，最近是流行这个，对，然后这个这是比较流行是的。的，黑棋这样的布阵，然后挂角是吧？拖，最近下的这个，反正我看到好多盘，看到好多盘。都是这么下的，是吗？对，最近的中韩对抗赛也下过错棋，小目，对，是这样。这一个时期一个时期，但是这个现在是他没有搬了虎走那个常规定式，他是顶断了，不是顶了大雪崩型了，对。走了一个这个，换连笑走的这个，选择这个棋，对。如果下成这样，接下来黑棋想要避免很复杂的变化的话，它可以怎么下呢？避免很复杂比如的，说，我觉得不想下雪崩，怎不么想办？那就粘上，就粘上。粘上它 长，那是吧？假如说粘上的话，是不是在这个局面下会不会觉得粘这个啊，整体的这粘个这个配它置长不跳太出好来。呢？这个也是一种，这就看自己的喜欢程度很关系。喜欢程度那有些棋迷朋友们，他可能觉得这个大雪崩这么复杂啊，这一个定式就下下来，万一有一个变化不会的，可能吃亏了这个就是说，你要吃亏，觉得特别复杂，那你就走这个。但是你这个棋呢，就是说你把局面自己走的，就这翻住这个爬呢，就是进攻力度比较差。这就是定式的，没有是个绝对的好坏，主要是一个配合，主要是配合。没错，都是定式，对，你就一个是下自己熟的，然后配合比较看着舒适的。这把他的后续手段搞清楚。对，现在这个棋呢，走这个当然是绝对不是坏的啊，但是一般黑棋下这个少，好像觉得不太满意，对于这个配不置是这而个言，配置，少一点。对，所以不那太肯么接。它是长的，你要小雪崩喜欢就搬起来，但是现在一般它是走这小雪崩下的特少，现个，对，在见不着这个了，几乎。下了一个大雪崩，对，那这个棋呢？白棋是走这个，对，啊，搬起来，这个一搬起来，然后然后打打吃，立下来。长，他选择了一个外拐，外拐，在这儿。外拐呢是走外势的，喜欢外势的是外拐，要把角吃的，一般是往里拐的，要想吃角，对，内拐，现在不管是内拐还是外拐，跟原来的定式都是天差地远了。现在完全有很多的，跟以前完全不同的招这法。个最近下的多一点，以前都不下这个，都是中国流、韩国流那种下，现在都是又回来想对。体验一下这个。这个，我记得之前是谁下的哈？下的外拐那个谁，柯洁，下个外拐什么，被别人外拐就中个套，所以后来研究了半天之后，后来现在大家都下这个了，就都是这个，开始外拐外拐了，然后这是虎一个，是比较正常的对，啊，打吃，打吃粘上搬起来，搬起来，
然后白棋断，断，对，哦，先先断一下，它是长的，先断黑棋长，黑长，我们把那个次序给大家，对对对对对，这要这样的棋，先这个时候断要，先断，嗯，先断，然后，啊对，这时候白棋断先断，然后黑棋长，这时候长，对，白棋虎一个，对，打吃，对对对，粘上，搬起来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白棋可以有一个回头的，就是拐这个。这个是最早外拐的定式，就是这样的。然后接下来黑棋就打吃，你会也先可以哎立下来行啊，先打一下，先打一下都可以。现在呢，然后接下来黑棋就补一个。如果你先打呢，他也要补。哎，对对对，就是这样，是一个定式。白棋把这个吃了，黑棋走，黑棋求外是他吃到里面。对，这是一个。但是白棋现在就，现在很多都不愿意这样下，不满意，他跳出来最近。跳出来的居多，这是定式啊，没有说不好。现在白棋呢，它是跳出来，白棋跳这个，跳出来，那就逼迫黑棋就底下打了。你如果粘上被它吃掉，那就亏了。现在是黑棋必然是走这个，这就是必然的结果。对，是这样。对，然后白棋又长了一下。再尝一个，对，再来一个，要爬，对啊，不爬的话被人一拐，又拐死了。是，在这儿，嗯，那接下来这棋就有讲究了。这个必须得打是肯定的，这得打断。对对对对，你既然这个断点你都不补啊，这是必须要打。嗯，这个呢，你白棋最狠的是就是走这个挡下来，这是这个后面这关键不能错，嗯，你要会，这个是要会，这里面有一些这个讲究，这个棋呢不要长，这个时候要走这个，单飞一个，单飞是好棋，在这儿要走这个，嗯，这个棋单飞的话，你呢必须要打一个再拖，嗯，不要单拖，单拖的话是不是被黑棋就长了？哎，对，如果拖这个，对，它长被它长了，那也不对劲儿，就外面是不是？要被夹住吗？直接夹好像夹不住。不，你这个棋啊，就不，你这就你得粘上。我给粘上。粘上还是立啊？粘上，一般是粘上，粘上或者是立，你立都可以。它有上面有个夹的问题。哦、主要是黑棋外面能把它罩进去。对。它不是说非要这五个子能跟你杀赢气，它关键是要把你罩进去。它这个棋。嗯，啊，对，这个还有这个什么，照一个什么，哎，照一个好像白棋有点麻烦。他如果像这种冲的已经很难受了，人家就尝一个，你接着冲吗？不，这个定式啊，我，这个棋还有一个问题，他是先搬起来，黑棋先搬一个，先搬起来。你说那个什么，这个棋。对。你现在是这样，他是现在拖一个，拖如果拖被他这长一个，嗯，你粘上，嗯，他这个棋比较复杂，他因为这个棋有一个爬完搬，啊、有个这个棋，你如果这儿还有个搬，你这个如果搬起来，你如果是吃往外跑的话，他可能走脚。他说，如果是搬的话，我看好像是这样，这个棋啊是有一个什么棋呢？有一个这样的棋，单夹，嗯，你要走这个，走这个，它有个搬起来，我记得是这样子。哦，它可以把你滚在里面，一起把你吃掉。啊，对对对对对对。它可以拐打，然后提掉，再点进去。哎，这个就撞套了，白棋就中套了。这白棋全死光了。哎，对 对, 对, 对，全部死了。柯洁，你看他这么高手，他在一个比赛当中。就中一个香，跟这个差不了很多，但是这个是中了一刀就没法看了。中间一个刀，那个输了一盘棋。啊，这没法看了，这已经全死了。对，在珠海下的有一盘棋跟这相似的啊。这个地方太复杂，要摆起来啊，这个定式啊，今天我们的时间都不够。对，因为这个地方有多种的变化，有套。且研究呢。哎。当然，我们就把它简单化了啊。嗯。现在呢，就是说，不管怎么说，研究的结果是这个棋要先打，它不能单拖。哎，要不是这黑棋要走这个，不能单长。啊。现在黑棋走了呢，白棋是要先打。嗯。
必须得打对对对对，然后再驮再驮啊，这、走也不能粘啊，粘的话被他一拐单夹死，嗯，是的，也要被夹死，嗯，然后黑棋拐一个，对，黑棋拐一个，这时候拐的时候，你不能白棋不能硬了，硬的话被夹夹死了，再夹就不一样了，这棋我们看一下，嗯，假如说现在你要硬，怎么硬那这个一夹就死了。你以为你能冲出去，被人家一反冲就全死了。对，接上挡住两口气，你永远也来不及。嗯，这个这个是不行的。就是当你拐的时候，白棋必然是这个。对，白棋必须得贴。然后黑棋在那个，打吃这个时候要立，立的话，这个棋啊，黑棋这个，就是说他就不好办，他不能跟那边杀，已经杀不赢了。首先你要是拖这个的话，他这有一个扑，这个扑，这一口气就闷死了。对，有这个气。对，所以那个力是，防着你拖二二。嗯，如果你粘在那个二路，他有一个拖。对，嗯，那个力的效果是这样。对，那你要是为了这个挖进来嘛，那你就损了。所以那个力是要，这个是要很重要，这个要一路力。嗯，研究的结果是应该这样。这个地方复杂的多，但是呢，我看如果走大形势，黑棋这个，喜欢下黑棋的也许多还是怎么样？喜欢下黑的，你很难说。现在这个有这个研究啊。我喜欢白棋，你喜欢白棋。对，这个结果后面的结果，我是说喜欢白棋。他实战是这样下的，他搬一个。这个但是这个棋，嗯，有这个说法是现在也有可能先搬这个，这个时候搬黑棋搬，黑棋搬也是有可能的。哦，现在黑棋搬一个。这个你说，所以这个比较复杂，这确实很复杂，很复杂了。这个搬那个变化。这个我们没有时间研究了，可能下次了。这个最新的研究啊，说是这个扳呢是还有可以考虑。扳的话，黑棋能不能占更多便宜？现在他实战，我们就看实战吧。规矩这个啊，他是扳的，他扳一个，扳在这里，白棋把这个粘上了。对，粘上就彻底宣告你这个五个字。如果你吃两个，他这个黑棋就有动手了。对对对，实际上这样啊。他扳着一下，如果再吃两个黑棋就挖进来跟你打。现在扳黑棋扳是可以，现在这个时候扳。哦，这样扳。嗯，对，因为什么呢？因为你要走这个，它有断的问题。哦，他就单断，反正你吃这两个子也没有用，是吧？对他觉得。嗯，好，我们看看实战。实战是他一粘上白棋，粘上他就把这个打了，把这个给吃了。嗯，是了，然后白棋跳，对，这样的话，这个角是死了，这不是这个边上这个黑棋死了，因为你以后，首先你靠刚才说那有个扑，那有一路是没有的，你最狠的是这个，对不对？最狠的是这个，那白棋有这个，对，他又多个打，对，随便你粘上还是踢掉，他然后他就立了，这个棋呢正好是快一气，差一口气，怎么走都是。这个弯呢在这儿呢，就是说黑棋怎么着是气不够，对，是吧？是的。哎，在这个局部来说是白棋把这个给杀掉，哎，对，所以这是安心，是这个被杀了，那么他外面有头，是吧？哎，可能喜欢白的居多，你像邱老师你喜欢白棋喜欢白棋，嗯，那么这个棋我认为还早。嗯、这个是一个局面上早，差不多，嗯，对，可以其实跳一个在这儿，嗯，其实我喜欢白棋的主要的问题呢，不是说他吃了多少目，对，黑棋呢其实配置也还行，主要是我觉得黑棋这块棋啊，将来有被攻的危险，有负担，对，有负担，所以有这个担心。当然，他如果虎一个，由于提调是先手，他可能也不是很怕，嗯、但是你毕竟还欠一手棋，欠一手棋，对啊，所以我就想这个问题，那现在白棋手脚对，嗯，手脚，嗯，大家这算告一段落了，对，大家该就该下什么下什么，该抢大场了，该往别的地方走、嗯，这个地方基本上先定型成这样了，这个一下子，所以很多时候走大雪崩啊，这个有些人不愿意走什么大雪崩，如果大家定势一走了，半盘棋没了，
对，别的味道至就没少有了。四分之一个棋对，盘已经背下丁满式，了，都。哎，背一个丁式走。嗯。我呢就说实话走的少了，这个不怎么走，那个不怎么下大不学怎么宫大是学问吧？了，很多年不下了。这个我觉得走这个就背丁式，对。也反正也觉得味道没有了。这个棋呢，总的来说，我觉得既然是丁式，也差不了太多，形式差不多，反正形势还早啊，但这个是，只是一种感觉了，对，谁好现谁在坏就的。是说，比如说这个棋啊，我觉得把这三个吃了，这个挺厚，如果都成上空的话，黑棋形势也可以，对，当然了，现在黑棋是拆边，但是我觉得这个棋应该往中央这边走，对，啊，我觉这得个也不要是，进来。有点黑大，棋，走我这的个。第一感选择就是这两个方向，这个地方。我随便摆一个，您看怎么样？这儿，哎，这是不是对，有我点就大？刚才就是，非常同意齐老师。我说这个或者再单跳，保守一点单跳，稍微呢，有点力量的就走这个，大飞一个，大飞。你把这个呢就护着，他再进来就很难了。对，再再进进来，来我要考虑杀的哎，问对，这个地方他再进来就他自己要打量一下，自是不是有可能损进来。题。这样呢，就是说你这个基本就是空了。是。他拆一个就拆吧，拆完还要打入啊，看他拆在什么位置。他是白棋在拆在什么位置，那我再来进行下一步。他实战是拆在这儿，拆这个的是，话，你给白棋一个明显的点位，他就对，是必然是走这个。我想，这人家挣一个好像刚刚好，我觉得，必然是这个。是的，哎，必然是这个。这个位置太合适哎，你刚了，才就是先把这个位置占了，他拆完我再打入他那个也行。现在被他一震呢，这个棋就说你下一步就不知道走什么了，你往回手呢有点委屈，不肯。但是即使委屈也应该，我觉得就是说冷静一下来的话，可能就煎一个补一个，还是那兼个补一个。脚上还是大，您是想兼补在这儿是吗？对。或者是兼补这个行不行啊？兼补这个是不是看起来位置有点怪？这个通常也有这个形，就是回来一路哈，对。就是说也有，就是说在这个地方尖，这个地方，哎，这个地方尖，小尖，对，通常是这个形状，对，小尖的话，白棋大概是这样，点一下，点一个走这个，然后再搭下去嘛，他要，也有飞的，就飞一个，也有哎，我觉飞得的，飞一个也挺好，在也这有儿，这样的，但是这样的话你被他打。也那不这舒个服，子猜不在这舒儿，服。这个我，这个也觉得有点对，儿，他来个虚虚的走这个，有点不肯。是，好像子不太好攻人家这两个对，子，所以说我说使那不个上就劲是儿。翘起来比较好。可能会下成这样。对，但是这个的话，我跟来强一点是尖在这个地方，您要尖在尖那在儿，这儿。对，尖在这儿你飞他，了我就给你剪断了。你走哪儿我就要进攻你，我是希望这样哈，这个我说既是这样冷静还是这样吧，对，你这个地方你不能随便动，动的话就切断，如果跳呢我就跟着跳，我要我可能这么选择，那么实战他不是这么走的。实战他是这样下的，黑棋飞一个，飞这个，对，通常是这样，走自己空让强的地方留给对方，是这样。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如果被掏的话不舒服，没错，好，看看白棋怎么下的，白棋就上面一靠压，搬，他一长。然后他贴的时候呢，白棋靠下去了，但是他这个不贴，假如说不贴的话，刘老师怎么样呢？不贴，要么就长这个，他怕虎吧，对，就是这个这吧。有点难受，确实下那比他贴的可能也好，的，我看也比好，他贴一个比强贴的点好，是吧？可能比贴的好，有可能。因为被虎了，被打哈，反这正个，不管怎么说，这块白棋都不太好攻，总觉得。这样，这个反正是比那个好，因为实战那个贴呢。这个使得白棋它有好手段，对，使得它有好手段对。了。
你看这实战，它一贴，现在黑棋贴一个，贴一个，它这个一靠呢，靠下去，这个棋啊，就黑棋你不知道怎么走了，这不好攻，实不好在怎是，么走了。来个强，最强的是什么？搬，他假如说扳断它假了如是吧？搬，对扳吧？断怎么搬，样呢？他加下来，这个怎么办？这个怎么办？不知道，不明，不明了，硬来，对，冲过来吧。冲过来。那现在已经不能退了，我觉如果你吃亏，我走过这还有利用，不得。对，行啊，这个是吧？这个来一下，怎么办？是吧？已经不知道怎么办了，这棋已这经坏了。个最强的可能只能最强的只能唬住，这两个子不能随便死掉啊！那打吃一下，打一下接上，那这个怎么办？打我只能吃，这个，这已经坏了，这都。这个脚都没了，对啊，那就完了，是啊，这是不可以的。你这个损失惨重，脚上变成人家的十几目棋了，这就这变个成，是不能的，不能这是，么下的啊。对。那这被夹下来已经不好办了吧？是啊。你要搬的话，如果搬了，他一走这个，你吃这个，他就这个。那被串通了，等于这个说，以后他立完这一贴，他就再一贴还有利，白棋再贴，是吧？对，这个棋形状不对了，这个不好。所以还是不好。那么就是说，他所以一说这个靠，棋不要贴去尝这个，可能还行。所以就是我觉得最初还是最初的选择，对，这个地方你留给他总是，他总能出棋的。对，总能在这地方折腾。你要是硬吃它，那叫力量太大了，没不容错，易。这所以这大飞脚跟小飞脚这无忧脚相比起来，区别还是挺大的。这大飞脚人家随便靠两下，你就发现你拿不住对啊，它。然实后战黑棋顶一个，黑棋顶哈，白棋跳，对，他拐冲，那这个时候这个也不不太好，好，不是这个不好，反这正个总被之是不太这好。实战就这样打吃。踢掉，把这个提了，白棋他不也好没打，打劫了，就他也不不打上去了，算了。打劫。他这儿主要是这个地方黑棋的黑棋劫有材劫太多，材，是的，现在黑棋这个地方多，白棋劫材没有。打劫是黑棋有利，那你就想办法给他做劫，但是他白棋就让了，他觉得已经可以了，我说让他 这劫不能打是吧？不能打，把这个提了。对。这个提了呢？你白棋这黑棋因为劫材有利啊，就肯定打上去了，对，让你来打劫了。这个白棋的选择是打劫呢，还是拆呀，还是走什么？这个棋就看白棋的了。白棋也很灵活，很灵活。他这个时候呢，既没有打劫，也没有去拆一个，也没有说要什么中间跳一个之类，我不走了，我脱先，我留着让你下。对，拆二那个本身也很大，那个拆二的形状很好，对，然后接下来还能挺飞进实惠去。的。飞一飞这个，在那个地方是，自己加强一下无忧巨脚，大那这个个是个棋，大场，那也是个很大场，那么现在白棋走了个拆二，那么黑棋呢说这个地方就这样了，你这块孤棋就这么交代在那儿了，我总不能答应啊。那么黑棋他要对这块孤棋施行什么样的打击呢？我们先休息一下，一会儿回来继续欣赏。好，我们待会儿见。好，欢迎回来。我们来继续欣赏这个名人战决赛，陈耀烨对连笑的对局。对，刚才呢和刘老师为大家讲解到这儿，就是白棋刚刚白棋拆了猜，个二，这个地方呢，白棋先手提完之后，黑棋打的时候他不理了，因为这个有弹性。是的，你黑棋要想吃白棋，你的提劫，当然白棋还有能提回来，你要非要硬吃了，你再自己去粘一个，对吧？粘一个，它这个棋白棋弹性很多，它拆这二什么都行。对，但是呢，这个棋黑棋肯定还不肯粘。对，一般那来说么，黑棋是不肯粘对，的，你说你这来个攻棋我，形。攻我的话，如果你再攻一个放一个，我再打劫，你这个效率不高。那所以这个棋就是这种有弹性的棋啊，白棋也不走，让你黑棋来吃我，这是其实是一个
比较好的方式。嗯，就看轻你。哎，你就算都吃了，你的花的手术多。对。哎，那么实战的黑棋，总得想点办法吧。啊，黑棋来狠的吧？那你怎么办？他的你都放着不走，我也得走啊。对，黑棋实战的他下的这个。哦、在这儿点住他，他要求把你的头给照进去。你知道不是有个冲断吗？你要连回去，我就先把你头给蒙进去，逼你在里面去搭眼。对，反而先把你放进去，让你在里面那个，他也不会补进来、啊。对，是的。现在这个棋呢，白棋这个下法也很好，很有意思啊。白棋靠了一个在，靠一个是个手段。嗯，手段，你。比如说啊，你要是冲的话，假如说黑棋冲的话，冲这个，他就往外搬一搬，对，哎，往外搬，或者是往外走也行，对。白棋往外搬，他要求，反正他要清嘛，他这里面还留着，还留着那个，还有打劫，对，是的，哎，他把那三个又弃掉，把头给冲出去，哎，对，又弃掉，啊，就是说他把他看清，你吃我什么都可以，吃什么都给，哎，反正是都行，我就看清。那我已经把抢着一手了，对对对，哎，你在这个地方让你后再加后，你吃完了之后我再抢大场，这个棋就是说，白棋这个策略好，对，是的，策略好，对，而且他这个招法也不错，他靠的时候呢，让黑棋哎下的不太好攻，这个就是腾挪的手法，他是黑棋实战是搬，你如果外面搬他有可能断。对，白棋断，他反正给你搅呗。嗯，那么他是走的这个哈。是的，他搬够狠。嗯，然后白棋就开劫了。白棋这个时候打劫了，哎呀，这个是这厉害，这是打劫，这个就，他这个劫财多啊。嗯，那就打吧。但白棋呢，他虽然说你这儿劫财多，但我本身劫多啊，我接上，哎，我就一边跑一边那。他来狠的，他走这个。还要粘住。这个，哎，对。黑棋粘上，就是说我这个棋比较厉害啊，那个粘上我能搬起来，就整块要吃你。对，整块要吃。他要求整个一起吃。对，再提了。白棋提劫。白棋提劫啊。对。对。提劫。嗯。黑棋靠了他一下，在这。找个劫。靠三三。嗯。靠三三，嗯。白棋就硬一个。对。对。再提劫。对。所以白棋这个劫呢，也不是说非要打赢的，他如果非要打赢的话，就觉得劫重。但是白棋可以一边打本身劫，一边跟他下，他就在外面飞。又找一个这个劫，啊、这个劫呢，我想他是什么意思啊？嗯，如果你这个走这个黑棋长，如果长这个，哇，这个，白棋挖一个，挖一个，大吃啊，粘上，粘上。这样他还搬得断吗？搬不断。就是让你搬断，你会累。哦、你如果反正我边打劫边走了啊，对对对边打，一边打你搬我这冲，让你吃。这一什么打吃？这儿有个打吃，中间你还不见得行。嗯，边打劫边走。对，这个比较好，这个、本来你这两个不交换的，可以搬住了。嗯。现在呢，我这飞一个，我挖粘之后，你搬了我冲，你又不敢断我。对，是的。哎，这样呢，又边着打劫。没完没了的这个提劫是吧？嗯、这个比较好。所以白棋其实并不太担心自己这块棋的生死问题。他那儿有个挖，然后黑棋是不是就干脆给你挖断了吧？对，黑棋挖断了。他因为他被你挖了，他受不了是吧？黑棋挖，哎，挖，然后白棋提劫，提劫对，白棋提劫，对，然后黑棋他是不是找要找劫了，找到这个劫，拐一个。对，挡住，他提过来，提劫，嗯，对，白棋打吃，打吃个顺手劫财，对对对对，然后再提过来，然后这边是劫财，他挡这个找劫，其实挡这个呢已经有点要亏损那个，因为已经亏了一气了，他这外面虎了跟提掉有关系，哦，这样，所以这还是稍微有点关系的。然后这个时候又提回来了，提劫啊，嗯，对。那白棋呢？继续在外面找本身劫，他就挡一个，下到外面去了。这个白棋挺合适，我觉得打劫。
这个白棋凡是边走，那个棋呢，你要想开一点，原来是黑棋的角，对，本来你一手能够补住的，嗯，现在我折腾半天，我又拆了二了，那对，么这里还是个劫，还搞不清楚。即使你吃掉，你想我那外面走两手，这么一核算不亏。没错，是这样。那么黑棋呢，就自认为他说我这地方劫材很多啊，我这好对。多个劫，我又加一个，这又是劫材，那你得对，这硬挺好，接是，上啊，他提劫提劫，对，啊。然后白棋呢很悠闲，他觉得不，你这劫我已经走到外面走到两手棋了，即使打输了问题也不大，我就在这儿他靠。不过他也没有合适的劫了，他找那个劫续劫材了，续劫材，他就让你全盘走两个大棋，但你对，要是收俩角呢，不如这个效果好，哎，这续劫材这也是一种手段。对。你这儿一紧气呢，那有那个火啊，作用就不大了，就没有这黑棋现在要消劫呢，它可以打在这儿，但是呢，打在这儿它有点不满意，这被挖断了。对，那个被走两手，这太个大了，比那个手脚大，是，他可能就算搬一个也行，搬在外面是哎，吧？长一个也行，都行，这块棋就快死了，他他搬起来搬了，起来，对，对，然后搬白起棋来又白。提劫，棋是吧？哎，是对，棋这个，提的。然后黑棋又找劫，黑棋找的是这个吗？冲黑一个还是棋黑冲了棋一下冲一吧，个，冲了一下，对，接上，再然来后一又下提提掉。劫，对，现在白棋长了一个，长一个，虎柱，他又提劫，提劫，他把这个爬回把来，这这是他的劫，对啊，对。就提过来，踢过来，两人打劫，哎就呀，这这样。个是劫互相，这个是走的劫王啊，白棋现在走走的不这少个了，劫。现在劫找劫，材他也有点困惑，对，你要走损的话，你断那当然是劫，问题是损啊，不肯啊，即使他，打赢了他不肯损那个，对，是那如果走别的那也不好，但是这个要起比较狠，你要不走我给你断了，那效果很好。没哎，错，这个他就找这个劫了，这个走别的劫，他真的是有点困惑，不知道往哪儿走了，刺一个也不肯，他就如果单三路刺不肯，对，那是不肯的，所假如以白他棋找，下在这儿的话，他就他人家就肯定粘会上，接上，毫对，不犹豫的。这有可能损，对，所以他这二损路劫不刺能一随便粘上上。的话，那他不是就便宜了吗？二路他刺这个，刺这个，哎，如果你再粘上的话，那底那下就没眼就了，哎，他效果好这个。差很多。所以这找劫还是找的挺好的，我觉得他对对十对八对，六要守找着，劫，对，黑棋唬住了，他不肯对，呢，把这就提个劫，提劫，黑棋就跳了一个，算了。他说：“你如果说肯提掉，那么我那就个往大里那个爬大那进个去，大那个大，这星卫这个子就废了。”等于说，是，现在是一个这样的棋，现在白棋也不肯，当挡然要住，挡住了，挡对，住，他把这个再提了啊，这看起来这个劫好像不是想象中提那么了。大了，已经。这个棋提了之后，白棋呢是找什么劫？我看没有劫了吧？他继续在那边走了。这个对，时他候，是挖了一个，对，挖一个是好棋，其实那个大，那个大。我就不明白，刘老师，这个时候黑棋他不肯消劫吗？假如消劫，那我打吃一个，打吃这个，对，打在这儿，打在这儿，应该这个消劫可能最佳。对啊，已经消的挺大的了，算是把这个角不都吃干净了吗？那他就长一个，那白棋就长是吗？只长是不这个，长，长这个，哦，长这个可以，长这个长可以，这个长吗？这个可以，长这个可以，对，长这个可以。白棋长这个也不错，长长这这个个他长，得粘上，你，他是要粘上吗？我在想着是不是这得粘吧，这不粘不行啊。这是长，那他往上长，再对，往上往上长，长就行，白棋往上长，这个黑棋苦。白棋长，你贴我就跟着走。那黑棋能不能硬的好一点？黑他棋长啊，一个的时候，比如说我先贴您一下。贴一下他跟着长。长一个，然后我把这个打了算了，这样这样啊，即使如此的会好点话，吗？也不便宜，他就飞一飞。飞一个，那你我就跳一个，走一他个吧，跳反他就正，跟着走就没事。这个，你因为眼位不够，他就往底下飞。
这个还是白棋好。那看起来这一手棋的价值还是很大。一手棋价，这个时候啊，最好的是干脆啊，你这吃了是不小啊，嗯，但是那面的一手棋大，最好是不要去，别去消这个劫，不要提劫了，干脆我们往倒回来啊。啊，这个时候当跳完之后啊，跳完之后黑棋啊就不要提劫了，黑棋这个提劫不要提是吗？不，再往前，哎，对，这个时候是。哎，对，黑棋干脆就把那搬粘得了。他跳完了，然后现在搬粘很大，搬粘这个。对对对对对，搬粘。然后白棋应该是走在提调，嗯，因为那个棋这个搬粘呢，它活了，嗯，给你提调这个，然后黑棋点一个，点一个，点一个，点在这儿，对对对对，点的狠一点，对，啊、哦，应该这么下，这样下的话，棋局还难说。挺漫长，哎、这样是，因为这个搬粘特别大，哦，搬粘特别大，这样的话是，一场反而漫长的棋，这个角啊，你都没这两手棋不如那个两手棋来的实惠，哦，是这样，哎、应该走这个，这也是这个对局者也有这个感想。后来我也问过他们啊、哦，您问过他们本人对是吧？就觉得这个底下其实这一手棋的价值远比那个劫要大。对，连笑也是说、哦、这样，其实这样是黑棋最佳的。嗯嗯，所以这看来下围棋这大小的比较非常关键。哎、嗯，应该这么下。对，这看起来其实还是挺大，因为那边就他觉得那个角我把它吃了，不是很肥的一个大角吗？非常大的棋，但是还是没有这一步棋大，没有那个大。嗯。那么实战呢，他这个棋啊，被黑白棋的挖是个好棋。嗯嗯，这个那个挖是个好棋，对。现在是黑棋提劫是吧？现在是，哎，当这个时候黑棋他跳了一下，黑棋提劫，黑棋提劫了，提劫了，提劫，对。然后白棋挖了一个，在这儿。嗯，黑棋贴起来，他觉得这接下来让白棋接着下有点太大了。这个棋呢，就他已经被他一挖，他挖一个好棋。嗯，挖一个你那个地方本身你不好走。嗯，你比如说你上面打是肯定不好，你底下打呢，嗯，你比如说我们如果底下打，假如说他底下打，对，黑棋底下打啊，哎、他长长，他这个贴没有啊？这个贴没有？哎、对。这个贴没有的时候，你如果是，现在黑棋底下打，你如果底下打，我长，这个棋不好办，你用胡打被他一先手打一下受不了，这是这样，这个不行，对，这个被人家尝一下，一下如果粘上你只能粘上，被他一扳，这个还没活，关键只能缩回去，然后人家再一扳你，这还没活，太痛苦了，这个不行。所以说他挂哎，这个就白棋大获全胜。他说以后拐上去，你还等于就自己去补活一下。是，这个不行。所以这个挖是个好棋。嗯嗯，使得有了这个挖，所以为了杜绝那个挖，只能是二路搬粘。就刚才在挖之前，我就哎，对对，这是他们对局者的连笑也这么想。觉得这个挖太厉害。搬粘的话是后来没意识到那么大。嗯，没有意识到复盘的时候才会想到，觉得这确实好像看着那个是眼见的，眼见的大、啊，实际上那个是比这个要大，所以这我也没觉得这搬粘，你也没想到啊，那个搬粘实际上是比这个大，没觉得那么大。当被挖了之后啊，这个黑棋反而麻烦了，嗯，他不知道走什么了，这挖连叫这个贴一个，那就不一样了，白棋贴劫，你贴那个再贴劫就是不一样了，提一个。嗯，对，然后呢，黑棋这一看这劫不能乱找了，这种粘上这个劫材，这实在是。这个棋对，这个还有先手是吧？对，它粘上和打吃都是先手。啊、嗯。但是粘上和打吃是先手的话，白棋是不是可以找别的劫材了？白棋也有别的劫。对啊。别棋，白棋，他就跟着。比如说这跟着长、啊。跟着长或者走什么，或者那个长也是先手。不跟着长就挺好，跟着长也挺好，哎、但都没事儿。所以实战黑棋找了这个劫，但这个劫白棋肯定不会应了，这个显然小了，
这只是个木薯问题，这没有死这生死问个题。棋啊，搬那个啊，以为是很大，以为比那个大，实对，际上那个搬呢，比那个小很多。嗯，那个二路搬比这个不如这个。你看我们嗯，实战啊，他搬了那个之后，他尝一个。长一个，被白棋这么走完，哎，看似把他脚给掏了，挺大的，对，但实际上那个被搬粘之后，那个大。对，这真样的没局想到面这个反而搬砖这么大。是清晰了，嗯，嗯，我们看下成这样，下成这样，这个转换然之后白后，棋白尝棋了一个，长了，嗯，黑棋把这个扳住，扳住，嗯，然后把这个火。这个棋呢，这个扳呢是虽然很大，这个棋，但是这个要跑回来，这要跑回来。那个不要扳，去把这个尖回来比较大。哦，哎，那个不搬，我尖回来，你长我就虎完之后跟着贴着走，嗯，再逃那个，这个扳，如果人长的时候正好能虎着一下，还能挺虎着，受能的。虎着，对。要不然这个被这一探太难受了，这实在是。那这个因为这个棋啊是这个四鸽子啊，它嗯。关系到中间的还有一些利用，它不单是目的问题，就是说，这个时候黑棋哎，不要黑搬棋这个，要。是吧？对，不要搬别这个，搬要搬这这个，个把接，这个把连这回个来。连回来，嗯，嗯，连回来就对，对，连回来这个，对，这个大。这个大，然后白棋你要长呢，我长就这个正好顺糊手一先个，糊你一下，对，接再上再切一个，贴一下，对，啊，那就跟着贴呗，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哎，对，就跟着走，对。这样应该说，你中间以后总还有一些你这有负担，对，是的，本身目又大。白棋没那这么个厚，要跑回来，啊，主要要是跑没回那来，么厚了，对，这个挺大的。对，你要是没有没什么，你搬在那儿被它吃掉太大了，是吧？嗯，哎，这个棋呢，在这个时候白黑棋搬黑了一棋个，搬了一啊，个，被白棋这一虎啊，这你这四个个字四鸽吃子掉不敢逃了，了，嗯，也没有路对。了，嗯，等于是这四个字放弃了。有点大啊，有点确大，实，嗯，现在看，那就等于是要把这个地方都告一段落了，啊，告一段落了，那就那面就他进爬了一爬一下，个啊，啊，然后又飞了一个，飞一个二是路先飞手，一下，在这走白一棋个小啊，尖，然后再进入这块儿，这对，看起来这黑棋的控已经不怎么乐观了，现在你看原来是黑棋的这个对大呀，模样，现在变成了白棋的白实棋的控。控那么多。白棋的控这儿成的和你这个都接近，嗯，那么黑棋得到什么？就把那他个就角把这个角掏拿了掉，啊，别的也没这什么。面的话也差不了多少。白棋的嗯，控也比黑棋的多，嗯，这个但是这面是不是黑棋多一手棋啊？多一手棋，但是你说白棋也没有，是吧？是。也没走成什么黑，就是黑棋这儿没有得到什么大便宜。总的来说，这个局部亏了。你是最要命的，黑棋的控变成白棋的控，对，把你这个这一进获一得出多，差距有嗯，点大，这个多，确实，白棋挡住，白棋挡住，哦，他拆二，拆二，这白棋下的特稳健，现在就搬一个，他这个也挺好，啊，嗯，挺好，不需要再做什对，么大的这个战斗了，对，把黑就棋拆飞二一是个，必然的，拆对，二他就飞一个，是就这这个样，就步入一个嗯，先就是正常的收官阶段了，是的。只要没什么大的变动，就是大家收收官、梳梳目、定定型，就哎，这个棋就差不多。嗯，嗯，基本的战斗主要是这个地方决定胜负这面没的。错。说产生就是白黑棋因为没有二路搬粘，让白棋使得白棋有一个挖的好棋之后呢，这个它的这个基本就定型成这样了嗯，啊。现在黑棋走这个，走这个。继续，要对白棋这块棋产生一些压力啊，嗯，对，先总得有所中作为吧。间先那个什么，嗯，调一调，是的。白棋虎，他跳一再个，跳，因为点不着，躲点住。被靠断了，嗯，对，点，然这后个他又长一个，长这儿，长这边，嗯，嗯，下白成棋这顶样。一个，他只要活就可顶在这里，我先哦，顶你一下，考验一下。这个顶是好棋，为什么这么说啊？如果你顶在这个地方，假如说现在黑棋，不顶在不是这么顶的，嗯。让你
正常是不是这个对白棋在？他就单顶，那他是不是就双回去了？啊，因为这个地方有个尖段，有个几段 啊，那白棋还得补一个。对对对对对，嗯，所以这是个要点。嗯，所以你不顶人家就双了。对，啊，是个要点。对，这个棋白棋先棋顶一个下得漂亮。对。他顶你，把这个要点先占了。他先胡顶一下，对，啊，让黑棋难受。对对对，你这个地方呢，你正好由于有这个挖断的，黑棋现在尖不断它。对，尖断它能给你挖断了。是的，嗯，那黑棋得拼命的撑住啊，扳住的。对，啊，这个时候白棋在顶，嗯，顶着他有点难受，想看着。哎，这个那就没什么大棋了，就。什么是尖一尖是官子了，嗯，他先搬了一下，搬一下，嗯，打一下长，对，收官，对，这个长也很大呀，是啊，这长我怎么觉得也非常大，现在白棋就长了一个，是是是是，嗯，因为他来不及啊，那个如果不搬单虎的话他可能二路跳，是的，嗯，那么白棋黑棋继续小尖在这儿，小尖啊，对，然后白棋这个时候呢就挤他一下，挤得他有点难受了。哦，让他补。对对，他又想让你在外头补一个，嗯，然后你补的呢还很不舒服。对对，先打吃一下，对，黑棋打吃的他就粘上，那接下来你得补段吧，你就比如啊，对，比如说你补一个，补这个吧，补一个我再搬，哎，搬了力，然后一边收官子一边做眼，特别合适，我挡他就搬粘就完了。啊，对，是的，班詹他呢也产生眼位了，嗯，是的，没错，这样下挺他这个也比较简明，这样就收官，嗯，收官棋，嗯，也没什么战斗，就是官子技巧问题，对，哎，是的，好，我们看看他的，但是实战呢，这陈耀烨一看自己形势不妙，他要拼命，是这个，对，他要立下去，那我打吃啊，这一打吃他居然使出这样的招法，让人很吃惊啊，这个比较，这个是非常撑下的啊，对，这个也要形势不利的时候也可以，对对，要拼命了，这一看这招法就是白棋你打劫可能劫的还不够，嗯，他就他让希望打劫，嗯，对，那么他也不跟你打劫，他就往前跳一个跳的啊，那他提劫，他提劫，嗯，然后呢白棋再往前跳一个，嗯，他一个一个跳，嗯，啊，自己要求连回去的同时你这两块被分断了以后我还得搜刮你呢，哦，所以黑棋他补了一个，哦，黑棋那个黑棋，对，黑棋走的是黑棋虎嘞，这个补也够那个什么老实的啊他是不是担心人家会刺他一下，也可能啊，他刺他一下他不知道怎么办了，不舒服，接下来，嗯，他下得比较难受，对，哦，然后白棋踢他一下，黑棋粘上了，这会儿那要与其这样的干脆这个尖就把它提了算了，嗯，把刺一个吃掉，现在这样的话被提了粘上还是有点难过，而且这以后还是残留有这个打劫的问题，嗯，对对对对对，我把这个尖一下吧，对，这白棋一尖它，对，挡住，我这个搬了打了粘上，它粘上啊，嗯，下成这样，这是先手官子，然后把那个提了，那也是不小，白棋，对，一会儿再提，他是不是先一会儿白棋先我想想他下了什么，白棋那个也没断啊，啊，嗯，这个搬一下，没有，他是后面找劫材搬的，哦，这个是不是就提掉了，我看他，嗯，把那个都走掉，啊，他就提掉了，提掉的，提掉了，嗯，提掉了，然后呢黑棋挤一个，嗯，还有搬粘，对，把它把这个团了接上，对，他是双一个在这并一下，都实战的接上，然后再刺一下接上，这都是收官他把白棋都刺成一根棍儿，嗯，啊，然后接下来呢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大的官子要收了，他就虎一个在这儿，虎这个大吗，也不明白要干什么，要不他可能怕就是飞，对对对，也算大棋，对，是的，虎一个，然后白棋把那个挡住了，二路挡住，挡住，对，这个也可以，也不小，嗯，他跳了一下，跳一个，嗯，白棋一双，这个棋，白棋下的够结实的，并一个他也没什么棋，他主要这块棋啊，只要
它保证这块棋的，你要是把我断了的话，它中间跳一跳，嗯，那个地方还有眼啊，对，它你大概它怕你，比如说这割断，它中间跳一跳，应该没有危险就行。它就跳一个，不是黑棋断，它对，它就怕它分断了之后，它回家的路能跳呢，先手撞出一个眼，那个也就对，是的，那儿有一个眼。是吧？没错。所以他如果不走这个的话，他害怕他整块棋危险。嗯，这个也有目啊，补自己的对对对这块棋啊，主要是白棋连回去，连回来对，啊，那就平稳收官，平稳收官了。然后黑棋抢了最后一个这个逆收的，他搬这个，搬这个，对，搬这个，对，搬一个。那么这白棋这一看，终于自己都没有危险了，所以就跟他打劫了。打劫了。还这个这盘棋劫财打得太多了，打太多劫，接上，然后打吃，打太多劫了，以为他只能接上啊，然后发现黑棋就要顽强的跟他打劫，那就要打，他冲一个，哦，这是劫财，挡住，对，提掉，然后白棋找劫，嗯，冲这个，他虎一个，哦，提劫，提劫。冲那个是个劫，他扑一个找劫，扑一个，嗯，是吧？对，这个把这提劫，把它提回来，对。然后白棋现在找劫，找这个是劫啊，是吧？对，白棋他下得很温柔，再扳一下，对，把这个提掉，对。然后又提回来，黑棋这个是劫了，对，黑棋这边都是劫，黑棋找这个劫，嗯，打吃，他提，他提。还有靠一个，这是本身劫太多了，这地方提劫，啊，再来一个这个打吃，然后再提回来提、这个、啊，白棋就一个一个找呗。哦，他一挤啊，这个搬一个好棋一挤死了，嗯，对，再啊，他前面这个已经交换过一下，哦、这个是、啊，我们这个要把它摆上去啊、哦。嗯，对对对，这个次序不能错了。对对对，现在然后这个又是提劫、嗯、那个，现在轮到白棋提劫。嗯，然后黑棋找了一个劫财，黑棋找挖了一个、哦、挖了一个劫财，对，提劫，嗯，最后白棋搬，对，接上他提劫，这黑棋一看打了一个，对，他粘上他白棋粘回去，这棋就不够、哦、这不够了，气不行了。那最后这盘棋的结果就是啊，直白的连笑，中盘战胜了陈耀烨，对，啊，1-0领先五盘棋。好，我们今天就为您讲解到这里，谢谢您收看，再见。再见。